介绍怎么购买当铺的流荡车。前几天哦，因为我的进账就是骑不下，我已经也卖掉啊，就一直去找车，拢伫台南市找二手的中古车，到我找咧，我感觉迄拢差不多，都是拢有调标，嘿啊，啊我阁是处女座的，我就一直找找，最后当无一种伫当店看一台车，伊是野狼150的末代的化油漆器的，甲骑2000几公里。啊，伊当店伊头家讲呢，即个人来借钱押这台车呢，伊来押差不多甲骑无100公里啊，所以这2000几公里拢是当店头家骑的。啊，外观好看，虽然是因为伊13吨啊，所以有岁月痕迹啊，基本上算过过了袂歹啊。我嘛第一届买当店的车，所以我就查资料，我就甲伊查材料，我发觉这间是合法经营啊的当店，所以我就甲伊拍契约。伊有摕一份机车买卖合约啊，啊，我就甲伊讲，若咱过户，我尾款就给你；啊，若袂当过户，你定金来还我。哦，啊来的双证件就给伊啊，还佫身份证。啊来过办差不多3天，伊就办过啊。哦，啊办过咧，咱就爱改。虽然车要交车，你也要家对行照、甲机车的营运号码，拢爱相共哦。爱伊行照敢有过户你的名，啊，佮有过户，伊佮有一个叫做汽机车过户登记书，吓、啊，看过户敢是你的名。啊，最后呢，我看到了呢。我阁有用 APP 去看这台车，伊的动保，伊有甘物站有啦，伊通互你查询。伊台车选过后，你的名，刚阁有去用做设定。啥物叫设定呢？就是你若这台车有摕去银行借钱，你甘物站的这个网站查，伊就会显示讲，哦，这台车有做设定。啊，有做设定的，会安怎？你比如你要卖买卖袂使，因为你钱无入了。啊，银行嘛寄单来要加入钱。啊，我查了，哦，拢无。啊，来查看，到交通违规，啊，佮有像迄种税金啊，基本上过户咧，伊有法度过户。伊若有欠钱，其实拢爱立了，是讲惊伊过户了，哦，伊搁去用开单啊，哦，啊，你若搭去查，然后无问题，基本上就无啥物问题啊，除非你找迄种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当店啊，伊搁摕你身份证，毋是伊机车去借钱哦，摕你身份证去办电话啊。办信用卡啊，哦，啊，去接咱无法度防，那咱防就是找下正派经营的当店。所以你要买这种伫当店买物件，嘛是有一定的风险，因为你唔知伊到底摕咧证件去创哪货，所以你要找信誉较好个啊。啊！伫当店买物件，嘛有一个好处，伊汽车、机车啊，伊都能借嘛。一款叫权利车，一款叫做流荡车。权利车吼、哦，伊非常上，啊，可以袂当过户。按今仔这都卖讲，因为权利车我无买过，我第一届买流荡车，所以我即届讲流荡车就好。
伊流动车的会比市面上较俗，啊，保袂当讲保证啊，是伊要调表会机会足少，因为伊无迄个美国时间起来调表啦，起来整修，因为当店无可能为着去，伊嘛袂晓用这啊，伊搁甲你充，搁换表无可能，所以伊这表咧的公里数是差不多足准的。啊，外观呢，就用现况轿车，所以嘛无所谓整修，嘿啊。有这好处啊，伊个歹处就是伊有风险，风险就是伊敢会摕你证件去做其他违法，因为，嘿啊，伊有当店伫咱一般人个想法就是。甲黑道有交结，还是负面的。啊，你着找有政府立案的啊，伫网络找吼信誉较好的，吓、啊，去看你要买物件呢。啊，等下，我早起翕一张的，我买一台车的外观啊，是怎囥？一寡资料你看，这个网站就是干米站的。你看，伊这就是你要唔免拍车，你要拍车，你的身份证，啊，你买的车牌号码，啊，机车，哦，啊是汽车，你拍落，伊若有做设定，伊就写出来，啊，若无做设定，就是无。无欠哦，无欠银行钱。其实设定动保设定就是伊够欠银行钱的意思啦。啊来，伊就够红单啊。哦，这个嘛是监理站的。伊若交车了咧，你拍咧身份证，伊会用过户你的名。这台机车若有。红单嘛是会显现出来，哦，基本上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待我待会你看，伊迄有机车买卖合约，还佫过户登记书吼，伊会交这两个互你，安尼。这只是当店买，真新哦！这只13吨啊，是末代105的化油器。你看这个卡达，上重要甲骑2000几公里。这表一无调，伊卖我的时阵啊2300啊，你看，这原厂的标签搁伫个，我哪知影？你看这链啊，伊出厂的链啊，这种，你看甲真搁是，啊搁伊原底搁有胎毛。卖我35000，啊，搁加税金、搁保险，呾加加下搁36000。真野人吼，你若买喷射的，一只七八万，
嘿啊，我评估了，我觉会好啊。因为只不过吼，机车放十几档无起来嘛是会有问题啊。伊个化油器公路路阻塞啊，我尽着家己搭个家修理啊。爱因当讲哪有破音吧？其实嘛是有小可问题啊，是只不过，哎呀，这只末代啊，化油器的，我嘛真喜欢啊，因为喷射的，唔知我习惯用这卡大的，若无电吼，卡大佫会发。啊，化油器的，来喷射的，喷射的你得用啥个？好。今仔就教大家安怎买迄种游荡车，就是到这。喜欢就订阅加分享。